哎呀，错了，这可怎么好啊？哎呀，累死了，饿死了。梅香，弄点吃的来吧。小姐，我看你是饿糊涂了吧？我是小喜啊。哪儿来的小喜啊？哎呀，小姐，怎么连小喜都不认识了呢？你是谁啊？我是李玉湖。啊，李家小姐，我这做媒啊也有20多年了，这扬州城里哪个不晓得我林媒婆啊？全城啊有1/2的夫妻那都是我拉的线儿。都说扬州城里出美女，拜托林妈妈你给我牵个红线吧。行啊，给你找一个。找个什么样的呢？哎呦，找个烧火丫头。哎呦，林妈妈不好了。什么事儿啊？不要慌，慢慢说。哎呀，错了。什么错了？怎么办呀？怎么办，林妈妈？哎呦，快走啊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就是他。你是李小姐，杨威武管家的？没错，我就是扬州杨威武馆馆主的女儿，李玉湖。他怎么在这里？我还想问，你们怎么在这儿呢？我。是这个盖头啊，龙凤的。小姐，外面雨太大了，咱们在这避避雨啊。小姐，快走，都强盗来了。扬州去，哎呀，那可怎么得了啊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，我的天！张妈妈，咱们连夜赶回去，把我们家小姐换回来。你说的倒轻巧，他们向北走了一天，他们向南走了一天，这一南一北加起来是2天的路途啊！怎么追呀？咱们飞呀！哎呀，回去，这可怎么办？回扬州去。不能，千万不能回扬州。为什么？临上轿前杜老爷再三关照，冲喜的日子千万不能耽误，喜气一错过，七三公子翘了辫子，谁担当得起啊？那怎么办嘛？那你们不会将错就错，把我送到荆州吧？哎呦，哪儿能啊！小姐，您先坐啊。哎呀，小姐，您都累了一天了，我跟梅香去给你弄点吃的，以后的事儿啊，以后再说。